小雪出来，咱们就动手。四妹，你在车上，老二，咱俩动手小人。我们动手的时候，那个车一定要到位置。放心吧。准备。社长，你找什么？嗯，你怕我找什么？你不敢说，你到底要找什么？啊，替谁找？说，说出来，说出来，我饶你条狗命。我万万没想到居然真敢背叛我。好吧，袁天机关长你是认识的，去跟他说吧。来人，老奸巨猾的家伙，这是闻出味儿不对的。那咱们怎么办？再等等，这么有诱惑力的东西他不会不上心的。大哥，怎么回事啊？老乌龟又缩回去了。要不直接冲进去，把他绑了得了。不行，把守太严密，根本冲不进去。大哥，我看小野巡抚这小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出来了。要不我们回去想想其他办法。你停车，大哥，你没看这阵势，就算要动手，也不能在这儿啊！我抄近路到前面去。二虎，你把手点利落点，别伤着他。
小姐，快！大哥，快上车！大哥，小心！上车！快！何子小姐，小姐，何子小姐，何子小姐。我没有找到金百合，计划书我没找到，我没找到金百合，我没找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小姐，何子小姐，何子小姐。问过你，你还跟我保证说，这个女秘书绝对没问题。差一点儿，金百合的计划书就被她偷走了。要是真那样的话，你就是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偿你的罪过。是，对不起，对不起，太让我失望了。连一个弱女子都敢对你下手，就更不要说那个早就盯上你的灵狐了。我问你，你那儿还安全吗？这我听从您的安排。把你所有的东西和计划书以及相关的资料全都送到我这儿来。我这儿还是安全，而且马上就要装船了，在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再大意。是，我立刻去办。哥，何子小姐，不说这个，何子小姐不会白死。今晚我们要硬闯大河上城。小野军夫会在吗？所以我们动作要快，最好是连小野军夫、艾德芬计划一起搞的。什么都没有，小野把东西都转移了。撤！怎么样？小野的保险柜里是空的。保险柜是空的？不光没有咱们要的计划书，而且里边什么东西都被搬空了。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吧？那就盯死小野，通过他找到川崎。通过小野找到川崎，行，有道理。明天就上手办这件事儿，你最好把王少康他们也用上。那就这样。好。
报一下。是啊，我万万没想到，那他们敢硬闯我的办公室。你觉得还是灵狐他们干的？只有灵狐他们始终在瞄着我的办公室，可能是他们吧。这种事儿你怎么可以猜测？请放心，等到沅江号运走金条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大和商社你是回不去了，你跟我回东京去，汇报你搜集到的情报，领受新的任务。你现在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再露脸的话，随时都会发生危险。我可不想在走之前再冒这个险。那要不要原田他们派人来这里警卫呢？我有金百合行动队保护，用不着他们。再说不能让他们知道，免得节外生枝。是。金库那边一直没有动静，小野也失踪了。这样下去，我们是一点线索也没有了。没事，罗小姐，他金库的金条咱们得印出来了，等给他劫了不就完了吗？对，我们想过劫金车。怎么劫啊？你能知道时间和路线吗？而且一定会有重兵押运，你能保证凭我们的力量就能劫出来？照你这么说的话，还是有点悬。这样，少康，你的行动组在外围骚扰一下敌人，看能不能扯出空档来。只要敌人能有漏洞，我们多少就会有些机会。没问题。招募中国人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正在进行。要充分利用那些投靠我们的中国人，只有他们彻底给咱们卖命了，才能真正的打败中国人，让咱们在这块土地上站住脚。是，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嗯，要加快速度，最近上海的局势越来越失控了。机关长，川崎和小野他们那又责备您了吗？愚蠢，你以为这些是为他们办的吗？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情。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上海的局面，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实力。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是无所不能的，不仅仅是给他们找古董。是，我明白了。报告。进来。机关长，罗碧月小姐请求见您。太好了，罗小姐，这只珐琅彩三釉橄榄瓶和鬼谷下山还有锦香亭，这是同一级别的国宝吗？没错。嗯，好。这只瓶啊，绝对符合小野社长的要求。不过这几天我一直都找不到小野社长，所以就来向您打听。哦，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是不是去外地谈生意去了？哎呀，这个卖货的人呐，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小野社长找不到，该怎么办呢？啊，这样吧，你把东西交给我，我再转交给他。这恐怕，我还是亲自交给小野社长吧。啊，
也好。那我就先告辞了，不打扰您了。一有小姐的消息，我就会告诉你的。谢谢机关长。哎，请。部长，卢鬼子，卢达。这是刚收到的电报，原监王浩明天就到上海。终于来了。这样的话，原田他们那边是不是可以调部分人过来配合呢？你让原田他们抓紧搜捕行动，一定要逼得那些反日分子走投无路，这样才能减轻我们的压力。另外，让原田加强码头上的守卫。守卫码头不用咱们的金百合特别行动队吗？金百合特别行动部队主要负责仓库和码头之间的运输工作，这也很重要，千万不能马虎。是，我马上派人去码头，24小时守卫，您放心。罗碧月，对，您说的对，就是为那只法郎彩三釉橄榄瓶，据说和鬼谷下山分量差不多。是，是。这只法郎彩三釉橄榄瓶真有那么大的价值吗？是，它和鬼谷下山、锦香亭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宝物。您看需要吧？那两只瓶子都没搞到手，只有拿它回去交差了。那我一定去想办法。不是去想办法，是一定要搞到。是，随原江完号一起运回国。是。小野社长，您可真是像变戏法一样啊，一会儿失踪了，一会儿又出来了。罗小姐真会开玩笑，我是出去做生意去了。哦，说的也是，都是买卖人嘛，哪儿有生意就去哪儿，哪儿有钱赚就去哪儿。是啊，而且这次收获不小啊。是吗？那就有钱买那只法郎彩三釉橄榄瓶了。是啊，可是不知道对方的价钱能不能降低一点。对方的口气很硬啊，难道就没有一点讲价的余地？没有，而且听说他们已经找到新买主了，再加上又找不到您，我就没上劲儿了。哎，不降就不降吧，不管多少金条我都要。哎呀，那我还得去找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不，一定要找到，而且最好能快一些。那恐怕得等几天呢。不，明天晚上，明天晚上之前我一定要拿到东西。这次一定不能把小野跟丢了，大家注意隐蔽，啊！嗯，大哥，出来吧。
没想到这里边这么些人。川崎在里面，人肯定多。大哥，看到川崎了吗？还没有。看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有可能明天晚上原江王浩就会离开上海，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是防守太严密啊，你想就咱们这几个人，你就算加上王少康的行动组，这点力量强攻还是没把握。我可以要求小野俊夫上他那儿去交易，到时候里应外合可能把握会大一点。不行，太危险了，再说了，万一小野俊夫不答应你呢？总得想个办法呀。是啊，万一鬼子再用船把抢来的财宝运走，那咱们可真是白忙活了。不会让原江王浩回日本的。既然我们不能阻止他装船，那就干脆把他炸掉。无论如何，不能让小日本把东西运走。怎么了，令狐？你不认识我了？上回就是你救了我。你终于回到了上海。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没看错你。你成长了，学会了运用自己的智慧。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也跟我们走到一起。现在我答应不答应都不重要，等忙完吧，忙完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但现在关键是鬼子的船马上就要开了。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打原江浩了。你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拿到金百合计划书。可是川崎那儿防守太严密，进不去啊。他们和原田的联系也紧密吗？肯定，罗小姐，这都是道上的弟兄们亲口说的。他们不止一次看到黑狗子进出崇光堂，而且每次他从崇光堂回来之后，都有我们的人被干掉。还有，卢展飞，就是中村从他们那儿带走的。既然你跟这个黑狗子很熟，给你个任务。清平，今天怎么想起找我喝酒了？心里憋得慌，想找个哥们喝喝酒。兄弟，你要不愿意喝可以走。别呀，来，我陪你喝，来，满上。我大哥死得冤呐。哎，知道，来喝。哎，真的？是。至少最近这两天里都是他们主动挑事儿的。不对吧？现在是码头上警卫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不能让他们钻任何空子了。来，再喝一个。到了上海滩，那可是对我最好的人呢。比我亲哥对我还亲。可我听说他是投靠了日本人才被林虎给杀了的。放屁！我大哥能投靠日本人吗？那是被林虎冤枉的。
我大哥是活生生被他们害死的。你等着瞧，我非杀了他不给我大哥报仇不可。就你还要杀灵狐？你要再说这个给我滚。哎，别别别，来兄弟喝。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我躲得起他。你也就是嘴上功夫。哼，嘴上功夫，今天我就没搭理他。我们的主要人手都安排在码头那边了，干脆让他们折腾几天吧。废物，笨蛋，你就不知道好好动动你的脑子吗？消灭这些抵抗组织比守个码头要紧得多。虽然川崎再三强调他们那边的重要性，但是真要说起来，我们更需要的是除掉灵狐和上海站，明白吗？明白。抓紧时间去办吧，千万要记住，无论如何消灭这些抵抗组织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是。今天怎么了？今天不告诉你。你就继续吹吧。今天晚上他和上海站的其他组织在青皮醒醒。在什么地方说清楚。在郊外的破庙里。傻子。你才是傻子。情报可靠吗？绝对可靠。不带灵狐去，军统上海站的头头们今天都去。机关长，我申请。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机会太好了，调集重光堂剩余的人手，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不落的全部干掉。是。东西拿到了吗？还没有。罗碧月不在家，他的老管家说他出去找货去了，要不然我们再等一等。咱们可以再等等，但是船不能等，货都已经装完了。通知袁江晚，谢航。是。我们从一直怎么下不来？青皮，你到底把地址给黑狗说清楚了没？哎，白虎，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相信我青皮？就是。怎么样？别说话，有人来了。副总官，就是这儿。什么人？上！快！副官，怎么回事？有人袭击，我们被包围了。什么人？不知道。肯定是灵狐他们，我们暴露。真要是就好了，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这儿，一人关心袁江晚。都给我上！要稳住，我要放他们进来就可以了，尽量拖住他们。
差不多了，该咱们动手。再等等，让他们再热闹，戏还没开始。报告，陆军司令部来电，红凤方向传来枪声，而且很激烈，请我们是否知道具体情况？告诉他们，宪兵队正在围剿抵抗分子，让他们不要大惊小怪。是。怎么回事？外面进攻的火力很猛，应该不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好像说的是日本话。什么？原田，你说什么？混蛋！你们攻打的那个所谓的上海站，是我的住处。上当了，蠢货！立即派人过来，阻止他们的愚蠢行为。黑狗子，青皮，没想到你还真给日本人当走狗啊！哎，你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温小姐，不是这儿，这是川崎的家。什么？川崎的家？知道了，不要打了。行了，白虎，该咱们上了，跟我进去。大哥，小心点。你也小心。说。好。还好。怎么样？船已经到了吴淞口了。好了，撤回来吧。只要出了吴淞口，就安全了。川崎军，他就是林虎。
小野俊夫，这一枪是为了杀害中国百姓，这一枪是为了小田和子。大哥，古董文物都不见了，应该是上船了，没问题吧？早安排好了，船是一定要炸沉的。走。机关长，刚得到消息，小野俊夫。我知道了。中国人真是不可战胜的。感谢你这次做了一件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对，这场战争是我们全民族的战争，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计划的破获彻底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妄图通过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维持其战争机器运转的阴谋，从而引起各方面的警觉，最终打乱敌人的如意算盘。经历了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林虎等人终于认识到是中国共产党唤醒了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战斗精神。从此，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汇入抗日的洪流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